难道有什么不继续打的理由？看起来前两页似乎有漏，但是这个转速下去打绝对是正义的。天井一千军，恩惠八十趴，继续绿爱体，体感期待值一千枚以上。但是这台不会轻易到达天井。一是崩的血率高，二是内部有三种是影响吸力抽选，特别是八九百级两大门神，通常是每一百级吸力抽选，吸力当选率模式 CBI。模式移行契机，埃及结束后随机分配 ，bonus 结束后抽选升格，特别是黑马后，所以要追天井，建议前一只为埃及破 BD 后比较容易到达。八百级到达，犀利当选率模式25%，模式 BC 50%。XYZ 出现，乌鸦大量、巨大或频繁出现，为前兆演出。前兆演出场景，低期待度发展，这时候非常希望不要打开。还是 Highway 模式，犀利有两种，面带模式 Highway 模式。恋爱模式，十或二十 G 继续 ，AT 期待度35%。Highway 模式，七 G 加 Alpha 继续 ，AT 期待度50%到80%。只有这时候打输是开心的。很快来到900大关前置，强同中成立。再次完美闪避，准备迎接900犀利门神。900 G 到达时，犀利当选率模式 ABC 50%。20 G 后不是演出，看来是成功回避了。顺利到达天井，每赛40到300G，纯增2.7枚，特意成立时我重抽选 ，A 其中特意同时抽选高雀一血，技术上层 bonus 一 P 战斗上层特化 ，A 提库存。又转轮先启动时，期待度较高。哎，提中崩的血率基本比通常时还低。极乐发展，
五次压顺铜钟前继续，小玉抽玄子弹。七币结束时出入上层区间，子弹数等于导航压顺次数，压顺错误三次前继续。十五继续上层。豹纹基勒上层特化之鱼落西瓜0.7%，强西瓜40%当选，奇迹保证。权益节上层第八季后继续绿 RP 成立时40%，压顺中66%，其余100%。六十级获得一批对决当选率，一批对决分配胜率，突入时即决定胜败。对决中再依照小意进行胜利折换抽选。果然没这么容易。被其中上层当选率。直接 BGM 确定演出，引入等级 SABC 是说把连线确立，小一抽选同中回溯上场。第一转丢二去，三枚亚孙同中三连续，后上层失出，次回预告等同极乐。沉寂了一阵子之后，有点持久啊。
長できればいいと言われることから、その銃はワンオブサウザンドと呼ばれる。同一弹孔射击冻结，三次零距离上层区间，内部有七种转盘配置，前两次20G到 150G， 第三次50G到 200G， 最少总上层 90G， 最大总上层 500G。第三次才是重头戏，不要五十就好。真是不想什么来手，忘记铺叙，55G 上层。这边的过程，先是成立机会一后突入对决，对决中再次出现机会一，对决失败后再次突入对决，这次对决又再次失败，失败后马上又接了一批，很可能是第一个机会一抽到高雀一星，第二个又抽到了一批，之后依照当选契机决定继续率，继续率分配一 P 是过冻结，可期待高继续率。接下来压错的时候竟然加了十回铜钟，一滴成立意上层抽选，轮转延迟，崩的血率约十分之一，积蓄率50到80%，初回基数20或50G，继续10或20或30G，崩的当选率 ，RP 压顺同中6%，能否抽到崩的很重要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两只黑拍结束。 Yet while 真的对我没有上过，最高纪录是指第一赛结束，2613枚获得。80%A 提护体。A 提关卡开始时，高雀一行抽选，初回6%，尾号37关卡50%，尾号50关卡100%。末尾50关卡数100%一行高雀，此时机会牌成立，一批对决大好机。3068枚获得。35级以后，二雀 again， 哎，提二回目。没数拉回，上层刻画之一，强同中30%当选，弱同中0.4%当选。这里忘记玩法，原本是零距连铺需上层，最后共上层40G，铺入时保证回数分配，之后75%继续抽选，每回上层5G到150G。两战3426枚获得，49级以后，
もうプロ失格だ。胜败五十趴，二十九级以后。超过五十级后，梅速会拉回。胜败五十趴，小玉解除几率。黑棋三回目，超过五十级，为自在高阙即可弃台。